所以这个红布爬呢是我们泰鲁格族最喜欢的生态植物哈。好吧，我们再往下走。水了没有了？当然没有了，现在在沟里边了。高大到什么地步你知道吗？他只要一步这么一跨，可以从那座山跨到另外一座山。他的阳具大到什么程度呢？看到了一张照片，在那个时候的两年半前，玉山国家公园有一个消防官员去玉山现勘，结果他一爬到山头啊，看到了一群的水鹿，他马上架起三脚架跟水鹿合照的照片。更多人在玩呢、啊、我们到上游尿尿尿给他们来玩。现在的水很湍急啊，所以他们只能够在边边走走而已了。生双胞胎的赶快跟他拜一下，很有效的。我们跟你们下去，我先摄影。好，往右边下去。
那个小朋友推车可以摆上面，也可以摆到下面来。好，你要进去了。